没有厉害的怪，没事，继续调阿斗，先打驴，阿煞100多万，快会个掌控全屏的技能了。这个抽奖，实话实讲挺好，但是不捡了。把阿斗现在有点动摇，吕布，再打一拳，再打一拳，赶紧48，完了上到顶上，给必杀。踩一脚吧，踩的伤害高点，上顶上吕布扑不着你。好，把吕布拿下，然后卡半屏，不想打气，往下扑，别让上边的箭射着。高手对于位置的把握，哎呦，我怎么这么防住了？大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扑羊起手，前 A 扑羊，没事，快跑。我操，后边有司马懿，别放蛇呀，我先跑。实际该捡了啊！现在这个份已经打够了，实际该留着合衣服了。虽然说一会儿也未必能留下。然后进门没什么保命道具了，扔电书吧，还是有没有怪？没有怪，直接扔阿斗，把这个陆逊先打死。直揍陆逊，走位再揍陆逊啊！一下下打，别着急。好，可以两下打了。自投罗网啊，赶紧捡两个飞盘啊，现在飞盘太少了。还折了，给必杀。抽奖捡上，走位，来新怪难受。嫂子来了，扔莲花。我操妈，吕布又来了，赶紧走走位。给必杀，左边有加血，一会儿再吃。完了，我这必杀我要死。啥不是没打上我，笑我就死了。给个踩啊，要不这加血吃不上。操你妈，我这反应还得多快呀、啊、真他妈离谱，这人真鸡巴菜。操你妈，换别人开48啥事都没有，这个菜。纯菜逼。还没死呢，完了，这他不会又打我。完了，挑个电书再打开上。把这貂蝉电死，没死，给个最后一个48。太他妈菜了。好，然后准备撞一身一。哎呦，飞逼，等飞往下跑，一个兵快给我打死了。等飞盘一飞二，啊？飞盘一飞二能撞了，捡上，然后大酒喝上，踩一脚应该是死了，没死我再踩他一脚。然后别着急，慢慢捡。好，回点气，还能打一套。双司马，爱情单子，这比这扑羊不太稳啊。你看差你干嘛，在这个坑的位置，雨树、电树、雪树，血流不下了。马六这逼厉害，调上这个毒气给必杀，然后看看以后能不能追上地，就看运气了。你看这个傻逼必杀，操邪奶，他傻的离谱。追必打死，
真鸡巴菜，这地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没有厉害的怪，我操！抬脚吧，走位躲笑，烟花清狗，捡吧捡吧，给个屏幕，给必杀吧，跑不了了，被堵住了。走位，把他杀了，完了哟，赶紧往左走，卡怪，把这必杀夺走。行，起码卡住怪，往下跑躲，给飞盘，操你妈！再开必杀吧，绕死了，真鸡巴菜，挂了死了，还有那必微笑，这必笑正好死，顶级菜逼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驴不能给我顶死吧？赶紧吃下去！赶紧开地杀！开顶！哎呦，傻逼差点给我秒了，多少滴血这是？等一会儿啊，我得找个好位置。我还跟你费那劲，你当我傻呀？带不走的道具，发挥它的余热。这司马懿来的太早了。太鸡巴耽误事了，电话清个兵吧，中毒了，捡呢，晚了，没捡上啊，擦，捡啥逼玩意，你给我滚，谁你有个点用啊，等会再吃啊，看很怪，吃上，吃上，好，有这条龙是。这边还有个虾，这虾扔个毒气，伸手容易挨头。这啥？好的。啥子兵？挨个疤了。哎呦我操！这你怎么到我后背的呀？完了完了，没少来呀！扔这玩意儿先缓解一下情绪，然后给一个毒气筒子，打个盾脸。给个电钻，再扒拉扒拉，满足一顿忙活，谁也没掉血。起个飞盘吧，最后的格用就得了。来怪了吧，给个莲花，把这俩怪跟曹操出到一起，然后开必杀，站个安全位置啊！你妈开必杀还得站个安全位置，没打着第二下再开必杀。这比啥打的下不过，行了，安全了。给个毒气起手，二中，一二三四电钻，二二三四电钻，
捡毒镖吧，穷的离谱啊！调吕布吧，不行还能用吕布。然后平八了，艾泽八了。他妈没想捡那个，我想捡那个，这才是我所需。有俩后退的狗，满血了，打那俩怪打点气，现在分儿都是次要的。俩在一起我也打你。好，抓怪了，快跑！又卡出局了，先把这个莲花捡上，关键道具，然后前 A 平八了，最后的怪快跑，再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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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事，然后往左变个尸，来个蛇，直接个必杀啊！有四马一的绳，但是这个必杀可能挨揍，看心。这必杀这就不错了，挨揍我就挺知足了。再给必杀，四马一打不了。让他变个尸，打点气。你不能打我吧？扔毒气吧，毒气还挺多的。再来个无敌刀，犯不上。好，鞭尸卡兵，我操！这里王佐给个毒气，完了疯狂踩炸了 ，AB 一下子，再踩炸了，赶紧跑！这俩怪没有打的必要。到底打我一下，谢了。我操，打一下给个人参，玩的不错了。俩傀儡先捡上，暂时性道具。等会儿得换电书，爬住，猜猜，扔个这个，还个剑，扔个实验器，赶紧把黄盖打死。完了，先把他打死，拖个半瓶，这个位置有点尴尬。完了，走位，往下走，扔没扔出来。哎，我对面这一刀不行，不能在他身上了，在他身上扔就死了。我看一眼啊，这个扔到这儿给他定住，然后过来怎么揍他？左边好像有个皮鞭，应该抽不着我，应该不够长。然后往上来，这里左边的怪应该就打不着了，赶紧给必杀。果然，这皮鞭是真鸡巴，再给必杀吧，没招了，一个无敌刀打死我了。行了，打死了，能打电书了。徐冲毒镖吧，俩怪引过来一个，这是仨怪啊，引过来一个，先慢慢打，再过来一个，再扒了，行。这个没卡住，增地吧，下来，毒镖扎一下，卡住了，还没卡住，踩一脚吧，然后别拖着屏幕还能卡住，行，啊，坏了，再过毒气，赶紧往右跑，最右，最下，先卡住兵，要不玩不了。然后这里 AB 出去要死人呢，踩一脚吧，巧正好不怕踩，完了死了，还行他没打我，给毒气洗手，哎，就这么玩啊，一二三蹲，二二三四黄昏式，哎，等一个半瓶吧，出个破镜还能打，省点道具，没省上，直接四台狂风吧，啊，伤害高点，果然，这么伤害高点。用酒没气了，然后，这个邪一扔人要死了，
九亿愣人也要死。黑铁甲开皮杀吧，连环也炸不死。去你妈，这个脑残皮杀。风书先把钱冷了。AD 打啥的，黑甲毒，捡个这个没捡上。哎，这个大奖金不错呀，啥时候捡的？赶紧扔。开皮杀。哎，不是，捡莲花，捡黄石弓，当场用。反省完的捡对标起手，算了，紧张的剑吧。里边血书，只能扔个令牌了，扔吕布啊，没招了。扔史记好像也行，半天也鸡巴合不上衣服，后边史记关还有。下关没有火出不退役了吗？没有吕布，这人后边不够打，扔史记接血出，这么定。愉快的决定。点完就跑，给他俩扎死。捡完了，等会儿就跑，虾饼没吃呢。捡个这个吧，顺道。再见了，宝贝儿。找好吕布啊，也许能用上，用上就捡史记，看具体情况。加血躲个车，巴拉斯，这个东西现在再来一下吧。地球加血，来了个寂寞。AB 亲爱的吕布，这吕布就正好可以用了，天下无敌，要不然自己得开他们秦布戈壁啥的，未必能打死。天下无敌，发挥的作用的时候到了。天下无敌。玩的不错呀、啊，再躲个电来，白鹤，玩的还真不错。卡比，整点细节。完了，没打着我。这是唯一的优势，就剩那个手长了。先一扔了，很明显这个道具要好一点。关你这个吕布，我准备要撇了。剩一个吕布，他怎么都没有实际厉害。下血吃上，这毕竟杀了吧，因为关机要扔吕布了，卡住也没用。没必杀，这黑铁甲没什么犹豫的，完溜。这关你不得进了，开电，六十滴血还得电三下，再电，尽量给屏幕，别让它冲水，摁慢了，再电，以摸货为主，给屏幕，再电，好。然后就是电傻狗，没电着，晃不出来了吧？能晃出来了，好。哎呦我操，黑皮杀，要死，往前走，黑皮杀，还是要死，这下打不着，就给我个钉板我就死了，还行，打着了，每一个必杀都要死，可真他妈傻。然后给莲花，吃加血。挑毒镖，换这个。还有兵呢？不敢 A， 我看 A 都张辽手上，换这个张辽，换这个傻狗，裹一个钉板，咕噜他，咕噜他一下，来了。收点气，打点分儿。
然后等死套。下关最好是第二关，要是什么鸡巴试荆州啥的，夺荆州就打完了。